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S 加 Y 等于六入派，六入派就是三十度了。啊，他要你求这个哈，它的最大值。啊，这怎么做哈？我们呢就把它给因式分解，哦 ，A 平方减 B 平方叫 cosine X 减 cosine Y， 哦，就 A 减 B 乘 A 加 B，cosine X 加上 cosine Y 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哈用和差化积，和差化积哈，这是两倍多少呢？两倍 sin 哈，这是二分之 x 加 y， 啊 sin 哈，二分之后面的减前面的 y 减 x， 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呢这个也是两倍多少哈 ？cosine。这是二分之 s 加 y， cosine 呢，二分之 s 减 y， 好，用那个和差化积的公式，好啊，那个这两个可以合并了，这个哈、哦，啊跟这个可以合并，合并成多少呢 ？sin 呢 ，x y 哦，就是二 sin a， 啊 cosine b 嘛。就等于诶 sin a， 或者是 x 加 y， 或者这个乘以这个，那现在乘以呢两倍多少呢？两倍的诶这个哈 sin 哈二分之，最后把它弄成 x 减 y 哈，那负号写在前面 x 减 y。哦，这两个对调呢，多一个负号嘛，写在前面。啊 ，cosine 哈，二分之 x 减 y。好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是三十度嘛 ，sin 三十度是二分之一，是二分之一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叫负的二分之一。啊，这用也用倍角公式，倍角公式合并的话就是 sin 多少呢 ？x 减 y 啊，这样子。好。那现在我就把 y 带掉好了 ，y 的话等于多少 ？y 的话是等于30度，六分之派减 x， 所以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的二分之一哈 ，sin x 减掉多少？六分之派减 x， 那这样就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sin 哈 2x。减掉六分之派，按照呢这个 sin 哈，它的值哈介于一跟负一之间嘛，所以哈这个是小于等于多少呢？小于等于二分之一啊。哦，因为这个如果带那个最小值负一的话，那就是变成最大值，小于二分之一，啊大于等于呢负二分之一啊，所以它最大值是二分之一。所以呢，大 M 哈是等于二分之一啊，所以答案是二分之一。